圣诞快乐，圣诞快乐。讲圣诞节，哎，你一定了解我刚刚讲的这样的在道理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人非有信，就不能蒙神的喜悦。所以，我们神掌管我们的明天，明天和死亡哪一个会先来到啊？不知道。所以我们的明天你不知道的，但是掌握在神的手里。所以有一首歌叫做我知谁掌管明天，哎，我唱最后两句给你听。他说许多事明天将临到，啊，许多事都难以明了，为什么这样，为什么这样。但是我知道神掌管明天，他必要领我向前的最后的两句，许多事明天将临到，许多事难以明了，但我知主掌管明天，他必要领我向前。阿门。谢谢大家，谢谢你。